231，中国新闻网2015年7月24日9时40分网站 URL 连接，财经频道美国打工仔谈在华工作经验，不要与众不同。http://www.chinanews.com.cn/cj/2015/07/24/7/24/8/28/shtml 到了大约300个回复，其中一个同事写道：男的太多，女的太少，阴阳不平衡，篮球场地太少。还有人写道：一，虽然表面上来关键字阴阳